雷霆八八一，叱咤九零三，有谁共鸣？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Ruby 莫秀安，我是来自香港殡仪学会的。为了推动香港殡仪业的发展， Ruby 在2011年创办香港殡仪学会，想藉着这个平台推广人生策划的教育和规范殡仪服务，同时亦为有兴趣想入行的年轻人提供相应培训。我是一个挺自我的人，而且我也不是很喜欢被人管束的。咁因为妈妈对我个自由度好大啦，佢唔会过问我啲细嘅事情、大嘅事情，佢都唔会点去过问。咁就好多嘢都系由我自己去谂。咁佢会好尊重我，咁我都好尊重佢。咁我一路都会去谂紧啊，我究竟长大嘅时候会行啲咩路呢？咁有啲朋友就话：吓，其实你父母有冇强迫你一定要承继家族事业咧？咁样，咁其实真系冇嘅。咁反而我就自己会去谂啊，其实我可以做唔同嘅尝试啦，了解一下自己兴趣嘅范围喺边度。咁又因为爱咧，头先我哋提过啦，咁然后我就接手咗家族嘅事业。我自己嘅性格，我初初嘅谂法就系话，我起初嘅时候，我会谂殡仪系我一个工作，只要我准时九点前翻到公司，我准时五点钟放工去街食饭睇戏，咁其实我就已经完咗，我斗一份人工。咁但系喺可能头两三个月都会系用呢个心态，用一个打工仔嘅心态。但我自己嘅性格就会系倾向每一件事，如果你要做，都要做好佢。咁当你每一件事都想做得更好嘅时候，其实你会发觉，原来真系个进步空间可以好大嘅。咁我觉得年轻人好多时候，好似我细个嘅时候，都会去谂，究竟去打造自己的王国是否真的那么难呢？定是我真的去打一份工，这样会比较自己适合呢？我希望分享给大家就是，其实每一样东西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真的要去尝试，你要去把握，那你会发现到自己究竟适不适合。如果不适合的话，其实都不紧要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太迟。不要因为说你觉得用了五年的时间你好像很浪费了这样。等于我觉得在那五年里面，就算可能你从事那个岗位不够适合的，但你里面一定要都会有得着。然后你用你这个得着再去去找一些另外的范畴里面套用回去，其实可能那个的化学效应是会更加大，会更加灿烂的整件事。那我很开心我可以找到我自己一片的天地。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放低一些包袱，如果找到你的理想，不妨花一些时间冲过去。其实冲过去你不会输任何的东西，你会发觉沿途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得着，可能一些风景或者各样东西。我都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样，可以很有勇气，有坚持咁样一路去朝住你个方向去行。从来不惯受控，完全自我也自信，在梦里有我青蓝天空，如云彩与你遇上，茫然自由地飞纵，就是你令我美梦变真。更出众，平凡都市变闹哄，寒流下仍未觉冻，为着我与你心灵相通，再也等不了跟你街中抱拥，像赢尽一千亿爱宠，知道万令神睡眼惺忪，和悠悠长夜作梦，我都想与你相逢。仍然是我有我，自制造我梦与想，曾扬言我世界要冲破平凡状况，沿路有你拍翼同步再飞往，我的天空色彩幻变更好看。仍然是我有我，在兑现我梦与想，来环游我世界，这一切自由自创，从没界线上限更适当，心底天窗从今不可再关上。有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做人呢都会可能会有些唯我独尊的感觉，觉得自己是最犀利，觉得自己是唯一。但是当你放眼世界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原来在外面的世界多了很多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啦，你未必有遇过的东西。在这八年的殡仪事业里面呢，令到我自己感觉到最震撼，心最触动的就是其中一年的殡仪博览里面，我认识了台湾的殡仪协会，我们做了一个星期的交流。
在第一日的 trip 里面呢，我们跟台湾的殡仪的会长啦，那就带他看看我们殡仪街是怎样啦，我们的火化场，我们的殡仪馆是怎样。怎知道很惊讶，就是去看完第一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会长就说算了，不如我们不要看了，我们找个地方聊天啦。那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呢，是不是我讲错了一些不应该讲的东西？原来会长跟我说，Ruby， 其实现在你们香港发生的事，你们所谓的技术，你们的发展，其实在我们台湾15年前都已经有，你们很落后。那我自己那一下就觉得毛管动，然后觉得，诶，我以为我们香港很厉害的，我以为我们香港的服务已经很完善了。然后我就好真的很用心地听他们说，究竟他们15年前是怎样可以变到今时今日，那个技术可以去到这么高层次啊。原来他们是很虚心地去真的参观日本啊、韩国啊、美国啊、澳洲这样。那他们会去看看人家现在的技术去到哪里啦，什么叫真正的环保丧礼啦，化妆的技术又会去到哪里啦这样。那我当时就是会觉得，咦，原来我们真的要放眼世界，同埋人哋都好虚心咁去教我哋啦。咁我哋因为中国人呢，尤其是喺一啲师徒制里面呢，都存在咗一个趣事嘅。咁係乜嘢呢？大家会觉得我係师傅，你係徒弟。如果我觉得你乖，你听话嘅，可能我会将我五成嘅嘢教俾我呢个好乖嘅徒弟。咁然后我会将我另外五成嘅绝技教俾另一个嘅徒弟。咁啊，徒弟就会觉得啊，我已经识晒师傅100%噶啦。咁到我收徒嘅时候，我又将同一件事又发生多次。咁你会发觉，原来大家嘅技术嘅知识咧，就会系四分一、八分一、十六分之一咁样一路咁样落去。咁呢一个就会系我哋中国人好独特嘅一种嘅态度。咁我就会去完我同台湾嗰啲朋友相处完嘅时候，我发觉，咦，原来世界真系可以大同。真的有大愛的存在，他們不介意告訴我他們當時的灰流是怎樣去設計，他們的火化場是怎樣去想出來。那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震撼。以下下來我為大家帶來另一首歌，就是 Imagine。 作為一個殯儀工作者，其實我每天面對有不同種族的人，我們會面對有不同階層的人，有不同宗教的朋友。如果你要好好地去照顧一些先人或者照顧一些家庭的話，其實無論他是來自哪一道，你都可以很用心地跟他處理的喪禮，或者大家交一個朋友。那我也很希望就是在未來的日子，我們香港殯儀學會有機會可以做到一個無國界的殯儀義工團隊。當世界性有一些災難發生，我們的會員、我們的學員或者我們的同事可以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去執葬這些先人。那我所以很希望在未來的十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裡面，我們可以去到世界各地認識不同宗教的人，認識不同的殯儀的文化，然後做到這件事。所以我覺得 Imagine 是我心目中的理想，也是我的夢想，希望可以達成得到，可以將愛帶到去全個世界。 Imagine there's no heaven, it's easy if you try.Yeah.
殡仪总监莫秀安 Ruby 歌曲传情，引发你的共鸣。我认为在这几年的工作里面，其实我有很用心地去做，但是不至于是成功，而成功的距离我相信也有一段的时间。我想跟大家分享是我的奋斗的过程里面，我得到很多的批评，得到一些的声音，也都有很多不支持的朋友也都有出现过，也都有一些朋友去因为我做了一些改变，他们会远离我，疏远我，跟我划清界线。当然在你信心的时候，你都会很有信心地去继续向前冲，但是日复日咁样，件事情又好似冇咩起色，又好似前面冇曙光，咁难免会有失望、伤心嘅情况嘅。咁喺失望嘅时候，我亦都会唞一唞啦，可能去放一个假期，咁样去自己再去望下，去谂清楚究竟我喺殡仪业里边究竟想点样去做法。咁但系上天其实系好爱护我，亦都好眷顾我嘅。喺我失落嘅时候，你会发现突然之间会有啲唔同嘅人物出现喺我身边，佢话俾你听，哦 ，Ruby， 原来你做呢件事系正确嘅，啊、哦，原来喺life planning 你去推广嘅时候，你系可以更加细致咁样去话俾人听应该点样去做啦，咁或者去到一啲嘅价钱上嘅透明化嘅时候，啲朋友就。